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五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我们现在开会哦，宣读。我们先宣读会议议程哦，但是要等这个人数到了，现场有三位，我们才确认这个议事录啊。好，我们请宣读会议议程。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日程，开会时间：2005年4月6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12时，下午20时至5时30分。开会地点：红楼302会议室。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3月31日星期四，上午9时至11时23分，下午20时30分至5时27分。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段维宜康等12人，列席委员刘委员四方等28人，列席官员上午部分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堂等17人，下午部分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堂等5人，主席林召集委员维州。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上午部分继续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修正草案，委员高志鹏等23人拟具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国民党党团拟具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第二条及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决议：一、进行大体讨论；二、本案另定期继续讨论。下午部分并案审查委员徐志荣等18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77条及第272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王玉明等18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271条之一条文草案。本日下午会议有委员林委员德夫等14人提出质询，委员徐增卫等3人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本案另定期继续讨论；三、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提案二案均照案通过。继续宣读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继续并案审查民进党党团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委员李应元等17人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总统副总统交接条例草案，亲民党党团拟具总统交接条例草案，国民党党团拟具总统副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委员李俊毅等28人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委员赖瑞龙等16人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及委员赵天麟等16人拟具总统交接条例草案。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好，如果没有，我们就议事录确定。我们介绍今天的列席官员。首先介绍总统府秘书长请假，由副秘书长熊光华代表。国家安全会议赵克达副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请假，由宋瑜霞副秘书长代表。司法院秘书长请假，由李玉清大法官书记处处长代表。中选会刘益周主任委员。行政院人事总处上午是政务副人事长朱永龙，下午是常务副人事长张念中。全序部涂其梅次长。国家安全局人事处黄振凯副处长。内政部民政司黄淑官检任秘书。国防部资源规划司检任编纂王金红。人事参谋次长是副处长刘超凡。外交部条约法律司陈守汉专门委员。陆委会法政处蔡志如处长。法务部法制司蔡立清检察官。调查局国内安全调查处罗小平处长。国发会档案管理局陈海雄副局长。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刘家伟专门委员。审计部李顺宝厅长。好，以上介绍列席官员。今天是继续并案审查本院民进党党团还有委员李应元等17人，时代力量党团、亲民党党团、国民党党团委员李俊毅等28人，委员赖瑞龙等16人，及委员赵天麟等16人分别拟具之总统交接条例等8案。
本会已于3月9号、3月21、3月24进行审查，并于3月27日举行公听会。各党团对完成法制化有高度共识，所有条文均已完成第一轮之审查。尚有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五条是第二项以下，第九条、第十一条与时代力量党团的第六条、第九条及第十三条等条文暂保留。今天并增列赖瑞荣等16人及赵天麟等16人之提案并案审查。接下来要进行提案说明啊，但是我在这个开会之前曾经问过这两位委员，他们都不会今天来本会进行提案说明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直接进行这个条文的继续进行逐条审查啊。好，现在我们就开始对于这个条文逐条审查，因为我们保留的部分，我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啊，像这个。条文不像第这个主管机关是第三条啊，主管机关第三条的部分，我们如果不处理到后面的话，包括这个主管机关，包括这个前面的我们这个本条的这个规范的范围啊，是不是有包括对于这个总统的安全保护啊，可能都要再把第九条是不是要。需要做一个先处理吗？还是可以直接从第一条开始？来，林委员，林委员，你的意见呢？我们要先处理第九条，还是回头从第一条开始处理？你们有意见了？那我们就先处理第九条。第九条上次只是在文字还没有做一个这个重新整理嘛，好不好？好，好，那我们就请各位看这个第九条，就是大家最重要的，觉得最。根本的这个部分啊，第九条上一次国民党党团有修正，然后顾立雄委员等5位也有一个修正案，那大家要不要重新把这个条文再看一次？上一次也有请这个法制局整理了一个。这个条文哦，但是大家希望把它印出来之后再看，我们有没有把它印出来？大家桌上有吗？来，您要那郭长您说明一下。上次的决议关于第九条部分，后来那个有开过一个会前会，有顾委员这边有做一个调整。那我们现在去整合大家的版本，有一个条文，我是不是在这边宣读，让大家知道一下？好，是麻烦。我们的条文调整之后，如果依照顾委员的条文呢，顾委员是建议把它修正第一项，我把顾委员的条文再念一次，就是自总统、副总统选举投票当日起，自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就任期间，总统及中央行政机关就重大政策、特别预算。缔结条约或签署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所定协议前，应先咨询总统当选人之意见。第一项，第二项，自总统、副总统选举投票当日起，自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就任期间，总统当选人有重大对有重大争议性政策预算，得拟具书面意见送第四条所定交接小组。并由交接小组协商之。若经立法院院会决议者，中央行政机关应立即暂停执行该有争议性重大政策或预算。这是上一次顾委员协商之后的条文。好，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要不要印给大家？好不好？好，好吧，印给大家。我们那个会务人员协助一下，好不好？
那个郭组长，这个第二项的部分哦，第一项跟第二项都有这个自总统、副总统选举投票当日起至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就任期间哦，这个文字是不是我们配合我们通过的条文啊？对，那个顾委的版应该把前面的第一项跟第二项第一句话其实可以删除了。我们另外有个版本，想说等一下讨论的时候再提出来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意见是认为，你说，请说。第一句话就是自总统、副总统选举投票当日起至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就任期间这句话，因为我们在前面的第二条已经做处理，总统当选人的适用期间，也就是从中选会的公告到就宣誓就职起，所以这第一句话其实在两项都可以删除，因为在前面就已经定义清楚我们这个条例所称的总统当选人的适用范围。所以第一项跟第二项就是从这个总统及中央行政机关就重大政策，第二项呢就是总统当选人对有重大争议性政策，对不对？对，好。总统府这边有没有这个有？我把条文也给这个原来的这个修正条文跟刚才这个郭组长的这个意见哦，就把第一项的这个第一行、第二行删掉哈。应该从这个第一项从第二行的中段开始，我再念一次哦。总统及中央行政机关就重大政策以下到一直到第一项结束，然后第二项呢，总统当选从第二行中间，总统当选人对有重大争议性政策。一直到第二项结束，前面这个就把它划掉哈。好，这个总统府要表示意见。针对第九条这个部分呢，我们经过内部有一个讨论跟共识，我们觉得在今天的会议资料修正提案里面第23页有一个国民党版的一个修正条文。我们觉得以那个条文应该是较合乎对现任总统的这个一个尊重，同时也符合我们实际上在运作的一个状况。以上。不是，副秘书长，您没有，您手上有这个条文，这个两个其实大同小异吧，对不对？你们要坚持国民党的条文吗？希望说按照国民党的这个。好，谢谢总统府的意见。那各位同仁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对于这个顾委员处理的这个修正条文，来，顾委员，有一点小疑问，就是说，如果前面那个自总统、副总统选举当投票当日起至总统、副总统当选就任期间的话，那么后面如果拿掉的话，后面这个总统及中央行政机关要不要后面加一个？与交接期间或者怎么样，可是好像对前面对交接期间没有一个定义性的规定。我在这一点大家再思考一下。另外一个第二项的后面就是说，若经立法院会决议者，还有一种写法就是因为立法院会的决议可能有很多种啦，哦，那是不是就写说中央行政机关应立即依其决议办理？哦，这也是一个想法，因为立法院会决议可能很多样嘛，不见得是立即暂停执行该有争议的重大政策或预算，那是不是可以写成若经立法院会决议者，中央行政机关应即依其决议办理这样子，哦，这个大概是对我们的版本的一个在前面一个是思考一下，另外一个在修正。好，我请问刚才这个顾委员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交接期间，这个我记得我们在第一次讨论的时候，曾经这个黄文昌委员曾经提出过建议要去定交接期间，但是大家觉得不需要，所以就会不会在后面的一个条文要反复的去说明说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为止，这个是不是郭长您的意见呢？
因为我们在第二条的总统、副总统当选人的定义里面就已经把它讲清楚，是我们的适用期间是在依中央选举委员会依法公告当选之日起至宣誓就职日为止之总统、副总统当选人。所以我们在第一项跟第二项，因为都有出现总统当选人，如果去连接前面的第二条的定义适用期间，我想在解读上应该不会有刚刚那个疑虑啊。好，那第二项刚刚顾委员因为已经自己提修正意见，那我们这边的修正建议是在第二项的但书，因为决议的结果会有很多种，所以是不是把它改成但经立法院决议者，逗点依其法定效力办理，这样子可不可以避免刚刚顾委员所担心的那些问题？法定效益，因为立法院的决议的法定效益，它未必会有在一般的状况之下跟交接期间，它本来在立法院的决议的法定效力，可能往往只是作为行政机关的一个参考吧。对，因为上次行政院的代表对于这一的弹书有很大的意见的，在会前会协商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决议的效力可能会有很多的样态，那这个是一个大家提出来看看。要不要再调整的空间都可以再讨论。以上，谢谢。行政院要不要说明？来，您刘主委要说明吗？来，谢谢。啊，主席啊，各位委员，那个，关于那个起点啊，哈，就是我建议还是用那个中选会公告当选开始啦，因为选举有的时候非常接近啊，那不选完不一定会马上公告啊。那我们其他地方其实都是。总统候当选人他取得法定 的地位，其实是从中选会公告开始才算的啊。我想这一点就是建议各位还是考虑一下，谢谢。我们在第二条的这个所称的总统、副总统当选人，我们通过条文也是指中选会依法公告当选之日起哈，到宣誓就职日为止。我们这个条文如果前面不明定的话，他所指的总统取得总统当选人的身份，其实就是从公告之日起，好，那就不会有您这个疑虑的那个问题嘛，好不好？那宋副秘书长要不要说明一下，行政院到底是在担心什么呢？跟主席还有各位委员报告，那的确，诚如刚刚法制局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啊。因为立法院院会有决议的话，啊，它未必是立即暂停执行，它可能有各种可能。所以，刚才法制局是说，这个若经立法院院会决议者，则依其这个等等等等执行，啊，可能是比较有弹性的啊。这是一个考虑。另外一个考虑啊，就是我们在幕僚讨论的时候啊，那对于这个重大争议啊，谁来认定啊？这个还是有一些疑虑啊，因为这个重大争议啊，之所以会有争议，然后另外又定位成重大啊，它的确语义上啊，到底是怎么样来这个我们可能还有一些考量。跟你建议啊，是，就是其实这个您考虑一下了哈，这个修正条文啊，他把这个总统当选人要提出意见啊，是送到交接小组。让交接小组去做商量，那即便没有这个条文呢，啊，他大概也可以这样做，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条文其实重要是在后面，也就是如果，啊，也就是如果经过这个顾委员的这个自己在修正过之后，就是立法院的院会所做的决议，它会有各种不同的状况。有一种状况可能是，总统当选人有意见，啊，但是呢，立法院院会决议啊，要求现在的中央政府继续执行。这也有可能，也就是你其实是把这个总统现任总统跟总统当选人的争议的解决机制放在立法院了。您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未尝不是一个如果真的有重大的冲突了一个解决的方法，也就是经过立法院的决议，就是现任的总统啊或者中央政府他必须要执行继续执行或者必须要停下来，这两个都有可能，但是你要有一个争议解决的一个机制嘛。如果大家觉得很麻烦的话，如果大家觉得说不嫌麻烦了哈，如果大家不嫌麻烦说，那我非得要来立法院做个决议，那就在立法院做个决议嘛。你要不要考虑看看？
您了解我的意思吗？了解。那现在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是说，假如说按照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立法院本来也就可以做这样相关的决议，好，那需不需要在这里还要再另外的文字啊，再加上来说明？那我们也通常也都知道，立法院所做的决议对行政机关来讲，如果一定要都要遵行的话，这个是你们要在做承诺吗？你们要对未来立法院在所有立法院院会所做的决议，你们都要遵守吗？这个其实又回到司法官释字的这个没有错，没有错。那如果在这个条文里面，如果明定，就是你就是在这个交接期间，在对立法院对于这个重大争议，所谓的重大争议，实际上不会是立法院自己发动的，是总统或者总统当选人发动的嘛？他其实是有他的前提嘛？我今天不会因为在交接期间说立法院院会任何一个决议，你现在的政府就必须要遵守。这个语义上不会有这个问题吧？那还是假如，因为他这是对于第二项的弹书嘛，是，对不对？了解。那现在就假如说回到第一层的咨询呢，因为咨询的话，接下来有可能各种可能的处理啊，会不会比较说不会一定要？我不太了解您的意思，您要不要说明的更清楚一点？就是说，假设这一条的条文啊，就是应先咨询总统当选人之意见，到这里句点。那因为剩下也有刚才讲的，也有司法院的大法官的解释，也有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那也有其这个相关的机制可以处理。但你咨询之后，到句点到这，那以下的就比较有弹性的处理的空间。那这样的话就变成这个一定要按照这第二项一段一段的来处理，反而会这个争议会更多。哎，是不是因为大家讨论那么久啊，反复的思考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同仁幕僚讨论，你们的顾虑到底是什么？我听不懂啊。就是我们假设这个第二项照我刚才那样的这个讲的这个条文，就是如果总统跟总统当选人就某一个重大争议事项，这个重大争议事项当然是总统当选人提出来嘛，好，他说跟总统说啊，你这个不要做了，然后总统说我坚持要做，然后总统当选人呢就可能透过某什么样的管道，可能他在立法院的党团就提出来说，那不然这个是不是请立法院院会来做一个对于总统跟总统当选人就这个重大政策来做一个决议，那或者总统现任总统觉得压力很大，可是他又觉得这个政策是应该推动的，所以他就这个请行政院或者送一个这个案子来到立法院啊，或者请立法院的跟他这个友好的党团啊来提一个决议，说要求啊要继续执行。喂，他最有可能就这样的状况嘛？来，我们请林委员。好。这个我想哈，主要还是在于说，会不会有现说总统哈，现说现任总统的权力的问题，会不会违宪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定了一个法律，然后即使说有争议的时候，再回到立法院，好，就像主席刚刚讲的，好，有争议了，那就回到立法院，按照立法院的再做一次决议。但是还是不能回避那个，好，包括像那个释宪那个问题，还有限缩总统的权力造成违宪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办法回避那个问题啊。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子啊，把第二项删掉，那变成就我这请顾委员等一下再针对删掉第二项你的看法怎么样？因为这是你提的，如果把你第二项删掉。那我是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去想一个办法，就是说其实法律里面宪法的规定总统能做什么，这个都规定得很清楚，那只要是要会限制他不能做那一些事情，就可能碰到违宪的问题。那现在是说已经有新的民意出来了，新的总统当选人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是某种空窗期，这个大家都看守期，大家都接受，所以当有争议的时候，我是觉得啦，我们是要订出一个，就是说
能够没有办法哈，完全用法律来限制它，但是呢，要有一个机制是，在这个看守期的时候，当发生争议的时候，是要可以让民众都看到，然后用这个民意让节制这个现任总统，就是你有一个机制是要把它摊开来的，而是不是说只有你们两个人在那边，你要做他说不能做，而是要有一个机制让民意都看到说这个看守期哈，大家都要节制，就是说你现任总统你要节制你自己的权利，这个法案通过最大的意义在这里啊，而不是真的用法律来限制他能行使的权利，而是让他就是说法制化这个所谓的看守期，然后在看守期的时候，你现任总统如果还要继续做有争议的重大的决策，你要被检视的，然后有一个机制让他可以被看到。那我想这个是政治啦，政治的解决啦，就是说摊开来，我们的机制让他摊开来以后，让大家都看到他在看守期，我们已经这个精神要确立的这个看守期，你要节制自己的重大权利，但是你还要执意要做，这个时候他就会面临到，如果我们这机制是可以让他法制化的，让他被看到的，然后这样子我想才能够达到所谓的节制的作用，而不是真的要定出来然后限制他权利，那会徒增困扰，到时候那个他提出来说这个是我的权利，这个违背宪法，我要释宪，那怎么办？所以你定了法如果造成更多的困扰，没有解决问题，那就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好，请顾委员。好，我想还是先理清楚一下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定这个交接条例，主要就是因为进入了一个所谓在总统当选之后的一个看守期间，避免产生一种宪政的空窗期嘛，所以才需要定这样子的一个法律。那为了要解决这样的一个宪政可能的一个空窗的一个期间，相关的争议要怎么去处理，才会有第九条这样子的一个大家很认真的在讨论的这样一个条文嘛。那第一项，如果按照我们这边所提的这个条文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何谓重大政策，这个是由总统及行政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了哈，行政机关来认定，那这个是符合我们现在运作的一个已经现实。那所以他认为有重大的政策，他先咨询总统当选的意见。那这个上次就是写到这里就截止了，所以就没有再往下写了。这也符合国民党党团，由林维洲议员所提出的这个意见了。那接下来第二项拟具的这一个条文是，意思就是说，总统当选人，其中这个对哈，我是认为说，要么就改成就，要么就改成任了哈。那么如果说是跟上面那一条是上面的一项这个同样的一个文字了哈，那当然是总统当选人认为是有重大争议性的政策或者是预算，那么由他来认定以后，他拟具书面意见，他是送交交接小组，由交接小组来协商嘛，那有可能就有协商的一个结果，双方也就没有什么运作上的问题了。那但是如果说是有协商不成，或者是说也有可能发生立法院有不同的意见，立法院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在这一个部分上面，在这个发生这样的那个争议的时候，那么由这个立法院的院会来进行决议，那大家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立法院院会的决议来决定说双方行政机关要如何来办理。那在这个地方很明显也特意的回避了总统嘛，也特意回避了总统，所以也没有限说总统的职权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认为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妥协，而且是符合大家的一个意识的一种修正。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行政院事实上现在也都是按照这样在做嘛，只是我们将这一个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宪政惯例，把它法制化，然后把它拟定成这样的一个条文，我觉得应该大家可以思考看看是不是能够接受了。顾委员的意见是因为其实啊，各个这个版本呢、啊，折中到后来啊，大家集中聚焦在处理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也包括行政部门跟我们法制局的参与讨论了哈。那当然，
看民进党党团跟几位委员联署的提案比较起来，这个提案的强度啊，其实已经弱很多了。那当然跟其实我看起来是比较接近国民党党团的这个修正的版本了、啊，所以我们国民党党团跟这个行政院跟总统府要再坚持吗？我是觉得好不容易协调到一个大概接近大家可以接受的，这个赖委员，把它弄共轨啊，因都跟被跟齐了，因被跟齐，他们希望那个国民党党团的版本是你们定的啦，这个他们也说这是你们定，你们要坚持自己的版本嘛，是不是？来，赖委员，你要不要协调一下？我是觉得这个版本精神差不多啦，在里面只有多一个东西啊，就是如果双方有争议的话，那其实啊，你要怎么解决？因为这个立法院院会通过的是在只有在这个交接条例的交接的这段期间，而且他要约束的对象并不是总统，而是中央行政机关呢。啊，这个我觉得其实坦白讲啊，要用到这个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能性很低啦。各位都知道要寄到立法院来做一个决议啊，没有那么简单呐、啊。院会的决议了。我们现在后段哈，我们现在后段是一个有可能是落经立法院院会决议，也有刚刚讲说是淡经立法院院会决议者了哈。不过我觉得是落经立法院院会决议者，前面是句点比较痛，因为它不是它的一个但书。他是在讲说，如果有经过立法院，因为特别是我发现总统跟立法院如果党多数党不同的时候，这个应该是落会比较好一点。若经立法院院会决议者，中央行政机关应即依其决议办理，而不是一定是暂停，因为决议的可能太阳很多了。我们现在是写这样，而且我们现在只约束中央行政机关嘛，这样。主席，各位先进，我觉得当然这个。有讨论空间啦齁，我们在，但是这个其实时间也就这么短啦齁，真的说当选跟新旧总统真的有意见不一样，那就摆着啦，他就摆着了，520以后就他去处理就好了，就一样还是新总统处理嘛，只是不要在这一段时间来处理了嘛，有真的有那样的案子吗？能不能举一两个很具体的，就是说这个案子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嘛，现在实务上的一个操作嘛，几乎都全部是听新政府的意见的嘛，几乎是这样子的嘛，哦，这个除了立法院说要降电价那一部分也是立法院的大家的决议嘛，哦，所以我是觉得你这样子的话变成说最后，因为这是一个宪政的机关，你现在把他的争议把它丢给立法院也是很奇怪啦，我就觉得很奇怪啦，因为立法院凭什么来仲裁这个事情？因为真的有争议就摆着嘛，对不对？那就摆着了，就不放他先征询，没有的话就不要做就好了。你要的话就加一个东西嘛。如果这个新的中是怎么这个？哇，这里面很大的精神是在这里的，很大的精神就是说，520之前应该是旧总统了。现在我记得我们的主席啊，伟大的主席公开说了嘛，哦，公开说了这个大概这个用在马英九身上机会不太大了，我不敢说一定不会了哦，那就一定是用在蔡英文身上了嘛。各位想清楚哦，4年后或者8年后了嘛。现在是看到一个令大家感动的一个场面了，是不是？就是说，第一个会用到的是民进党，那民进党拼命想要把它弄得严格一点，然后未来有可能要用这个来监督现任总统是国民党，但是国民党呢拼命想要把它放宽，这是政党和解从这边我们可以体现了哈，是不是？令人感动，令人感动。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回到这个。回到讲道理了哈，对了，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非得一定要解决吗？如果真的两个看法有这么大的歧见，那就摆着啦，对不对？一定要把它解决吗？就是这个事情能够，不是，也现在早就空窗了啦，现在早就空窗了，基本上要做的一下，你们一打枪都不敢做了。现在几乎已经，现在老实说了，讲个不客气来讲，这一段时间早就是宪政危机的了，你可以看嘛。执政党就是执政的政府不像政府嘛，因为要推什么东西你们都不要啊，5年课纲也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马上就喊停了。事实已经是如此了嘛，这个现在的这个行政机关了，已经是搬，已经是跛脚两次方、三次方了嘛，大家都很清楚嘛，
是不是有没有必要？因为如果真的有僵局在这个地方，就摆着了，就摆着了。所以回到原来的副总那个熊秘的看法嘛，后面第二段第二项不要了嘛，就第一项就好了嘛，就是征询他，那他如果真的有意见，你们立法院就开始放炮了，放炮一放炮的话，他也不敢做了，对不对？这个都是实务是如此嘛，实务倒过来讲。4年后、8年后，如果蔡英文也是碰到这个样子，蔡英文的民调剩下10%，那时候国民党气势很旺，6、7、10席一样嘛，就是不容易有人照样立法院放炮，也就解决了嘛，这个东西，是不是？刚赖委员讲的是一种状况啦，其实事实上还是要假设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说，好，如果是在蔡英文的状况，在8年后会不会产生出？总统要交接，但是立法院过半的情况有变化，所以这样的话，立法院的院会决议就会产生它的效果了哦。就是说，立法院院会决议说，现在行政机关应该暂停，因为跟前后总统的意见不一致，但是立法院可以决议说，还是得继续执行这一项，哦，这一项。所以我觉得这个条文有它的价值在，就是说。最终争端解决，让 透过立法院的一个开会，然后来讨论，然后来决定要不要继续实施。好，所以我想赖委员可以再思考看看。我要强调的是这样子啦，立法院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做、无所不干的，对不对？就是没有这条一样照做嘛。你看到马上，你看5年课纲就好了，马上一决议他就没去啊。马上就没有了嘛，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看得到嘛。即便像中嘉的事情也是马上停就停了，即便拉下来协商最多一个月要处理就处理掉了嘛，一样的意思嘛。我觉得立法院要处理不需要写在这里啦，还交给立法院这个东西，立法院本来就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所有的决议现在多少行政部门想做的立法院说不行，最后就不行了嘛。服贸就最典型的例子啊，服贸就最典型的例子啊，难道不是吗？监督条例也是典型的例子啊，而且还是少数党来发动，就背个掉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立法院的权力这么大的情况，不需要写在这里啊，这反而把立法院限缩掉了啦。这个立法院伟大的地方，给各位应该慢慢体会了这个东西。好，谢谢。那尤委员你要发言来。就第一项跟第二项的不一样，在于说第一项的主动权是在现任的总统跟副总统，还有行政机关哈，那第二项呢，其实是给，就是说发动权是在总统当选人。那他对于就是说，因为如果说好，总统不认为这是重大政策，也不认为这是就是所谓的特别预算，所以他当然就不会来征询。可是当选人他就变成是没有管道，所以第二项他其实是给这个当选人他有一个权限，就是说好，我对于这些有意见，那我可以提出来。好，那提出来的话就交给就交接小组去协商。那如果协商不成的时候怎么办？那刚刚这个我们的这个赖委员呢提到说，那反正立法院就会决议，那既然就是立法院会去决议的话，我们就是把它明文写清楚，因为这里就会变成说，好，当我们不去规定的时候，那就会变成是立法有意排除。所以跟现在的惯例，我们说现在因为都没有规定，所以大家会有基于双方的善意，所以大家这个立法院大家吵，或是立法委员质询，所以行政机关就大家就会当然就不是当然，就他就会停止从善如流，就停止下来。可是这个并不是当然，所以今天我们在定法的时候，帮我们把这个部分把它省掉的话，那在这个立法学上就会变成是立法机关有意省略，所以他就不见得会是这样做。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跟我们现在在做的没有什么差别的话，其实应该要把它写清楚。那如果刚刚这个戴委员讲说啊，不要送到立法院来了，那反正是行政机关他自己就会停止，就等到新的政府，那是不是也可以另外一个方式是说，那就把若经立法院议决议者这几个字把它删掉，就是说定有交这个交接小组协商之，然后呢，就中央行政机关呢就说应暂时停止该有争议的这个。事项，那就直接停止，就像您刚刚所讲的嘛，只要有争议就停止了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要么就是把它就由立法院来决，因为本来现在在处理，就是说我们立法院有意见，行政机关会从善如流。那我们如果不把它规定的话，就会变成是说，如果这个只有前面这个现任总统有这个权限，那这个当选人他没有权限，会有这个排除的效果。我再讲一遍吧，来，
我想我们之所以大家在这里争执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大家刚才没有提到，我们上次提过，就是你给总统当选人这么大的权力是涉及违宪的啦，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第九条的，就是有违宪条款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坚持不放的意思就在这里啦。因为一放进去的话就变成说你不要忘了嘛，这个顾大律师你是专家中的专家，是不是总统就只有一个嘛，总统就有一个啊，他就认为是违宪啦，因为这是宪政机关呢，总统当选人他是总统当选人，比如这样讲好了，你看总统当选人到现在为止他的家属也不需要报他的财产问题，都不用说规范，目前法律都没有规范，但是他一旦变成总统就规范了，二等二轻等三轻等都要规范，都要去报了，请教一下，对不对？就是说这个条文如果是说，那我把这话讲完啊，那把话讲完，所以现在变成是总统当选，你可以看嘛，这里的条文写怎么写，在总统嘎啦嘎啦在就任期间，总统当选人对有重大争议性的政策预算得提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发动权在他身上了。这里面来讲的话，这就是违宪条款了嘛。这个总统当选人没有交接，是交接事务性的。那我们都已经定到前面，我们都愿意这样，大家朝野都已经说，事实上他人命也不能够弄，他也不能弄这个，不能那个。我觉得这一部分等于是这一个条文要凸显。总统当选人已经有权力了，我觉得这个跟交接条例的本质差太多了，它是一个交接条例，它不是总统当选人的扩权条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地方，就变成你把它放进来放在这里的话，对不对？我说过根本不要这个条文，立法要做什么就做了就停了嘛，马上就停了，你何必做这个东西呢？对不对？不需要这样。你如果真的一定要勉勉强强，还是这些统统不要，就是在前面那里说，我总统也什么东西，我要征询副总统当选意见。然后立法院如果觉得什么什么有争议的，他去决议。这个说了等于没有说，因为我们随时在做这个事情呢 ，anytime 都在做这个事情呢。所以我是认为这个第二项不能加了，嘿。的逻辑我不是很了解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定，但是我们可以做。好，我们啊，立法院一向如此，不是吗？不是，你讲，请问，不是，讲的不是立法院。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立委长官、记者长官们，大家看看，都是如此的时候，你在讲的时候，我让你讲，你让我把它讲完。你的逻辑是这样了哈，就是总统可以去咨询总统当选人。那总统当选人可以表达不同的意见，应该可以嘛？好，那总统当选人可不可以说，按我这个意见哦，透过交接小组来表达，可不可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做，但是不可以写了。如果这样做就是违宪，这样做这样写为什么会违宪？这个逻辑我还是不懂哎。因为总统当选人说啊，我的书面意见交给交接小组，然后你们去商量看看。那最后决定是谁决定呢？当然还是总统决定嘛。啊，如果这样也违宪的话，那我们就根本就不用交接啦。这个你们自己定的这个条文修正动议里面说，也是要求这个总统，可以要去咨询总统当选的意见啊，包括签署什么两岸这个什么什么人民关系条例锁定协议啊，什么重大政策啊，总统要去咨询当选人的意见嘛。那当选人当然可以表示不同的意见嘛，那他一旦表示不同意见，这样就侵害了总统的职权哦。那这个那就不要咨询啦，因为我跟你讲，那是叫做不叫咨询，应该叫告知啦，对不对？那就不叫咨询啦。那可是那你们自己的修正条文是这样定的啊，啊你们为什么定一个违宪的条文呢？那我这样讲哈，不一样了哈。你注意看那个条文，里面第二项是总统当选人对重大争议怎么。他发动权在总统当选人，但是我们立法院是法定机关，立法院是宪政机关了，原来宪政机关了，所以立法院本来他的就有这个职权，就是说大家都选上了，我们都已经选上了，那但是都已经上任了，但是总统还没有上任。你刚才讲的是第一项，所以我就第一项跟你请教，你现在又跳到第二项去了。当然第二项跟我第一项没有意见的，第一项要过的啊，对不对？我当然是支持第一项的，我是跟你讲第二项，因为大家现在你们要争第二项，我觉得争第二项不妥。因为立法院本来已经就任的，宣誓就任的，但是总统当选人还没有宣誓上任，他还不是总统，
他不应该有这么大的一个权力，但是立法委已经上任了，当然有权力啊，不一样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他有意见，他就透过立法委来发动就好了，对不对？我想我们定这个条例要成立交接小组，那交接小组一定在就这一个政策预算啊等等或者相关的事宜再进行交接嘛。那这个时候怎么可能会禁止？怎么可能就会禁止总统当选人就相关的交接里面所涉及到的政策预算或其他相关的重要事项会表示意见呢？怎么可能会有说总统当选人在交接期间表示任何的意见会有违宪的问题？那何况一般的人民都可以跟总统表示意见，那更不要说在进入到交接期间要成立交接小组，那总统当选人透过交接小组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意见供总统或者中央行政机关做个参考，这样怎么会有违宪呢？那不然交接的时间是要做什么事？就是说总统当选人或者总统当选人指定的交接小组的成员都不能够对这些相关的事项表示任何的意见吗？这不是很奇怪吗？那到底是在做什么？那个主席啊，我来表达一下好不好？其实哦，刚刚那个我们赖委员哦，他所提的，我倒认为啊是很有道理，因为哈、哦，当然520以后哈、哦，新当选的总统当选人，他才行使他的职权哦。那520以前，当然啊、他可能有一些看法意见呐、啊。那看法意见，你说他要去这个要求哦，那当然透过小组去协商哦，那。我是认为其实只要在协商里面、哦、这个应该不必把它诉诸文字啦、哦、其实、哦、因为一般正常你要是说、他的政党里面在立法院里面还有很多委员嘛、哦、你像这一段时间确实有很多本来要推的政策，那因为、这个可能新当选的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意见、啊、这些政策几乎都是停了停摆、哦、那其实也没有说很大的争议啊，那我认为说，要是说可以让它单纯化，也不一定要把它诉诸说在书面上，哦，那这个该做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哦，那其实到现在为止，这个几乎也没有说哪些枝枝节节的问题，但是我们定，哦，就是我想立法院哦，也款难不要多了，哦，你说很多事情都是要推到立法院来做一些仲裁决议。哦、让这个这些交接的人员一定要听命，好像立法院来主导，那个也不对了、哦、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这第二段应该要好好的来研究一下、啊、要是说真的僵持不下，依我个人的看法，不然就这个到时候我们就朝野协商、哦、另外再做处理。来游委员讲完之后我来做一个处理好不好？刚刚就是国民党里面所提的哈，其实你们在担心的是说总统的当选人权力太大。如果说依照民进党原来的版本，就是说总统当选人他如果对这些有争议，他认为有争议的事件提出来之后，然后呢就必须要马上停止，而且是依照他所认定的，他只要提出来就视为成立。那这个的确是有你们所担心的，是不是有违宪的质疑？但是现在所修改的这个文字呢，已经只是说让总统当选人他能够表达意见的机会。那他表达意见呢，他也只是向这个所谓的交接小组提出来，因为没有说今天在交接条例，今天总统副总这个总统跟总统当选人他们正在交接的时候，总统当选人能表达意见的机会都没有。他只要表达意见就算违宪，我觉得没有这样的解释的道理。所以呢，事实上改成这个只是说总统当选人他有表达意见的机会，那他表达了意见怎么样表达，他是去向交接小组提出来，那由交接小组他们自己去协商。那如果协商不成的时候怎么办？那就是由立法院这边来决定。
所以就像陈儒刚刚赖委员所讲的，哎，我们立法院我们一决议的话，行政机关通常就会照办啊。所以事实上我们只是把这些把它形诸于文字而已，并没有超越现在在做的这些的事情。那如果大家不要，大家说如果不要这个所谓的立法院决议，就跟现在一样，只要这个有争议的话，那就是先不要做，等到520再做。那我们就直接说，那中央行政机关呢，就说先立即先这个暂停，就暂停先执行这些的职务，这也是一个方式啊。所以事实上并没有大家所担心的所谓的违宪侵害到现任总统的权力。如果说依照民进党刚开始提出的那个版本有那样的一个疑虑，但是现在所修改的这个部分只是总统当选人的表达意见的机会，这个绝对没有违宪之嫌。像大家的这个立场都表达得很清楚哦，我看大概没有办法，虽然折中成这样，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我们等一下再来处理。我们回到这个前面的保留条文好了，好，因为第十一条也是要等到主管机关决定才有办法来决定这个第十一条。林维洲委员等提的修正动议就是要不定这个施行细则嘛，哈，这个等主管机关决定之后才有办法处理。好，我们回到第一条。从第一条开始看，第一条立法目的哦，我看林委员的修正动议大概就差不多跟民党党团的提案差不多了嘛，我们是不是可以照民党党团提案通过？不了，不要再保留了，你们的修正已经都一样了，还要保留什么？这个没有道理嘛。无恁，恁说明一下，恁甲人诶有啥无共？啊？没啦，你讲错，你搞错了啦。你搞错了，我们的名称已经通过了，我们处理的不是名称了，是第一条了，立法目的啊。好，第一条照民党党团提案通过，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现在第三处理第三条，第三条主管机关，好，那个总统府要再表达一下，你们是当事人了，你们还是希望把主管机关放在总统府的理由是什么？能不能再说明一下？后来表达是尊重立法院的决议，尊重立法院的决议。后期讨论的时候，好，谢谢。好，那。如果照民进党党团的意见放在中选会，我说明一下，这个中选会的角色不是去主管机关，不是去主持交接啊，主管机关只是提醒两照啊，你们要照这个时程跟这个法律来进行这个交接的动作。无论是哪一个机关呢、啊，都没有那个高度去主持交接，这一定是两双方组成交接小组自己去进行啊。只是如果遇到争议的时候，需要主管机关出来解释法律这个法条，主管机关要出来解释法条。另外，如果牵涉到有编列预算的话，编在主管机关。好，来，林委员，那个请中选会表达一下意见，他们要被指定。讲过了啦，当事人要回避的。不是，我坦白说，其实真的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机关。你说总统府是当事人，他怎么当主管机关？那你说在立法院，那我们立法院如果照刚才赖委员的讲法，我们立法院其实另外一个其实更不适合，那司法院当然更不适合。所以剩下你一个独立机关啦、啊，啊，好，好不好？好，不好了，当然不好啊！他那个单位这么小呢，这样。对，我这就这一点，我非常支持赖委员呐、啊。我们真的很小啊，那个啊、我想那个就是。请问你一年预算多少啊？你一年预算多少？不要算你们那个政党那个补助费了，因为我们那个一年。这两个不算，看起来有十亿啦、啊对。政党补助费在一月的时候全部领光光，六亿啦。我们剩下四亿、地方选委会用掉三亿。我告诉你，中选会自己一年只用一亿不到。啊，你们多少人嘛？中选会？我们有大概60个人。哦，怎么会给？对啊，太小了。钱不多吧？交接条例能够花得了你多少钱？
然后不是花钱问题，是不是花钱问题，而是说真的有争议的时候，我想那个钱今年用不到了、啊，你们钱今年是用不到了，对不对？因为不会用嘛。我知道，不是钱的问题，就那问题，不是钱的问题。争议不是由你们决定啊，我们刚刚讲的争议是由交接小组来决定，不是由你们决定啊。那我觉得这个在性质上本来就是总统府可以负责的，我是觉得这种争议本身，总统府虽然我。总统是当事人，总统府不是啦。总统是机关，总统府是另外一个机关。我知道，但是你说总统的交接，其实大部分总统府也要交接嘛，没有错啊。国安会、总统府都在交接嘛。对。所以你这个交接条例，你规范的其实是包括他们嘛，没有规范到你们嘛。你中选会没交接嘛，没错吧？是啊，没错。对啊，对啊。所以大家都在交接，我们找一个没有在交接的机关，这有什么不对呢？不是不对啊，是说不适当啦。就找司法院了，找司法院了。司法机关去来做这个事情，这个太离谱了。司法院不行了。我坦白跟各位报告啊，谁要来接这个都是苦差事啦。中选会不肯啊，这个也理所当然啦。但是真的找不到其他的适当的机关了、啊，好不好？刘主委，我们好朋友你就勉为其难了、啊。好了，第三条照民进党党团提案通过了。好，接下来第五条，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五条我们有拟了一个修正动议嘛？第五条我们当时拟了一个修正动，哎，不，第一。对，第五条我们拟了一个修正动议，那现在好像当时对第一项是没有意见的，就是说总统副总统当选人自中央选举委员会依法公告当选之日起得成立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办公室办理就职前之准备事项。那主要好像当时在争执的是第二项，就是说前项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办公室是办公事务费用，由主管机关编列预算之印，办公事务费用这个编列表。委员，我跟你说明一下，那个时候的争议是因为主管机关没有定了，所以现在已经定了。那么这个第五条的修正动议，如果照顾立雄委员等五位的提案通过，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没有了，都没有意见了。好了，我们第五条照顾立雄委员。等五位的修正动议通过。第六条，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的第六条，请各位看第24页。这个监督设立监督委员会，我坦白说，一方面时代力量党团的代表不在现场，另外一方面，这个跟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个处理的机制。的条件差的有比较多，是不是大家同意我们这个时代力量党团的第六条的部分，我们就不予处理了，好不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六条已经修正通过了，啊，回到第九条了。第九条我再问一次，依顾立雄委员等的这个。处理的修正动议再加以修正之后啊，我再把这个条文念一次，你大家听一下哈。第九条，总统及中央行政机关就重大政策、特别预算缔结条约或签署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所订协议前，应先咨询总统当选人之意见。总统当选人，哦，这是第一项哈。第二项，总统当选人任。还是就有重大争议，就有重大争议性政策预算，得拟具书面意见，送第四条锁定交接小组，并由交接小组协商之。若经立法院院会决议者，依其中央行政机关应即依其决议办理。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不要有意见了，我们这个有意见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协商。好，第九条先这样哈，第九条等一下协商。
有意见我们就等一下协商嘛。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现在主管机关已经定了，但是呢，林徽州委员等的提案认为说不需要定施行细则，请问各位同仁的意见？林徽州委员等的提案，请各位看这个修正动议的第28页。来了，中选会现在是主管机关了，请问一下你们的意见呢？报告主席，我要凸显我们不懂这个问题啊，真的，我连要不要定都不晓，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可以，就是比较简单的问题啊，如果我们定了这个条文，如果主管机关不觉得不办的话，不觉得需要定这个施行细则的话，有没有关系？来，法制局来吧，说明一下。依照行政院法规有一个中央行政中央法制作业的要求，定了这个施行细则之后，他应该要在通过之后六个月内吧，他要定这个法规命令出来。那因为我们刚刚通过的那个第五条顾委员的修正动议里面，其实他针对办公事务费用的编列标准，也有请主管机关定资啊，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我想施行细则有需要来好，所以謝謝来林委员，是不是我们让他还是定施行细则了？因为你现在要给他，他要编预算，然后他要定经费的标准，他需要一个这个行政规则。哦，好，好，谢谢，好。哦，好。好，对不起啊，我没有认真看这个说明啊。好，因为第五条，这个林委员的提案说，第五条如果有总统，各位请看说明啊，第28页说明啊，如果有定的话，就必须要定施行细则。好，那所以林委员你没有意见了，好不好？好，我们这个来，请说。刚刚通过的那个第五条哈，那个最后就是讲说有主管机关定资啊，那定资就定一个办法就可以，这是个法律授权嘛。嗯，好像应该就可以了。所以国长，这个刘主委意思是说，你第五条已经授权主管机关定了，这边是不是就不要再定？他可能去根据这个去定一个这个标准。第五条本身有授权的意思，他也可以单独定一个所谓的标准，但是因为你在其他条文，像第九条。行政部门一直很担心那个重大争议政策怎么定清楚，也许他们在施行细则也可以把这个地方讲清楚。不过这方尊重主管机关啊，主管机关如果不想定，这个其实因为所谓的施行细则这个概括性的授权法规命令、啊，基本上是这样了，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标准定在施行细则里面，可不可以？这个收费的标准，收费就是单纯，所以你们还是觉得没有必要定这个施行细则吗？我想呢，我们可以做的成，可能就经费那个部分去定而已啦，按照现有的这个法定的这个标准来定。但是那个刚刚法制局讲这个就是重大争议那个标准，我想那个我们定不出来啊。主席说好，这个我们当时会提出这个修正动议，主要的原因哦，认为因为我们不是有开过公听会吗？几乎所有的学者。几乎了，都认为啊，这个交接条例啊，应该要定一个 minimum， 就是说，它不是来，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对于尴尬期、看守期，到底权力该属于 A 还是属于 B， 是没定论的，所以针对这个要来做一个简单的规范，而不是要来做一个详细的规范，因为那是不可能。详细的规范就会马上碰临到你要限缩卸任总统的权力碰到违宪啊，你要不限缩他又怕他欧北乱步啊，看守不看守啊，还要做重大的未来性的决策，所以你看我们才会提出来说，我们本来就是要一个类似宪政惯例的规范，而不是要来定一个细则。来规范 A、B、C、D。六爷，
啊，我打个岔了，我现在请问一下各位同仁，对于这个照林委员的这个修正动议通过，就是把原来第十一条民进党党版的第十一条就删除，然后呢把条式调整，十一条变成本来通过的第十二条变成第十一条，本条例自公布日起施行，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其实我同意了，我认为施行细则由主管机关定，也容易这一个将这个高度具有政治性的一个法案哦，施行细则定到不晓得什么样子，也有它的困难呐。哦，一方面也不能够逾越法律的授权的范围，一方面因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哈，定的施行细则容易被引起挑战了。我看就用透过这样的一个立法，然后再透过宪政惯例来处理，应该好。那我们第十一条就删除。好，以后的条式就依序调整了哈。好，那跟大家报告，我们现在第九条，另外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的第九条跟第十三条哈，请大家看一下三十七页。这个部分我看我们就不予处理了，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剩下第九条，我们现在休息协商。没有了吗？其他的行政院要不要讲一讲？总统府还好。我知道，我们现在都也很理性来看待问题，不会。我知道，就是说。我知道，那没问题。啊，现在是讲后边吼，那顾立雄、顾大律师后面那一句吼，到底哦，你那个吼语义吼非常有玄机哦，你那个。过激地法院院会决议者，中央行政机关应依立即决议办理啊。我怎么会有玄机？没什么没有，来，第一个，这个后面这句是不是在解决前面的争议？这个是不明显。因为现在很多委员会说啊，你们哪个就停下来，你就停下来了。现在，那现在经过院会决议，还经过慎重一点呢，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我觉得把它法制化一下，在宪政的可窗期，塑造一个立法院来作为一个处理的一个机制，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啊，对大家多好嘛。像我刚讲啊，如果立法院是国民党过半。那行政院是对，所以可能在一些争议的处理，然后立法院决定还是得这样做，他就会保留一个空间嘛。我承认哦，弱哦是没有前后关系。我是为什么说这个有学问没有错的？如果淡就有学就有前后了。对，弱没有学，那为什么会有没有前后？你喜欢吗？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吵，比如我总统当选人办公室，我干嘛就有问题？那你可不一定要，你协商也不一定有开协商啊。但是立法院这个时候就已经跳出来说，要么就停止，要么就继续进行。那个时候有什么关系？所以能够挡得住那个立法院在事中事前都表示意见，那现状就是如此，对不对？所以我会才会讲说不要写蛋，结果我承认啦吼，你让你讲话多个蛋子差啦，对啦，这立法文字上跟前面的关系就不是那么的直接，不是那么的直接啦，蛋是比较直接啦，哎啦，但是不要写蛋啦，因为你写蛋就很奇怪，变成立法院又被绑住了，说哦，我首先买回再经过黑啊，我。三个步骤其实这也是现在。如果立法院也有可能不处理啊，也有可能我不会查吧。哦，我连你两个去查就没办法了，也有可能。弱的意思是说，也可以立法院就不处理。对了，对，这一字字差差这样对了。就法制化吧，反正现在专利也是这样。你可能协商半天，立法院就不想理啊。尤其我跟你讲，如果新总统当选跟立法院不同党的时候。这会更玄妙。这可以加强说，旧总统哈、即将卸任总统，他要贯彻他的内容有口脸，哎，对、啊，将来都有可能发生的，都有可能。
总统跟新的国会，以后真的什么都有可能。或是总统跟新的国会不一致。以后应该是规范我们本我知道。我前搞。我们对啊，我们被规范的机会远大于他们被规范的机会啊。可以啊，我们是客观讨论。快结束了。快结束，剩下第九条而已。你来刚好可以完成。重点就对了。哎，你来的。拍谁？好好。中央行政机关，我这不是总统。没对呀、啊，我已经 follow 你不是总统了，我们已经，我反正我两下总行政机关不是党，立法院不可能去写说，因为决议总统要对嘛，所以我已经写了总统应第一，对吧？中央行政机关嘛，我们行政院就对嘛，就没有包括。没有包括总统了吗？总统的职权是被排除。那跟我写总统，你们一定说违宪啊？没有排除啦，就限制。这个是后面修正的吗？没有，后面还有再修正，再修正。一，来，也没有动到总统。谢谢。我知道啊，所以特别写中央行政机关呢、啊。对啊。不是写总统哦，就是对于有争议的话哦，如果立法院觉得行政院不应该做什么啊，那就停掉。立法院决议啊，不一定会停。对。对啊。那立法院决议要停啊，谢谢。他就应该。是决议要停，就停。对，就是一决议办理就。所以他决议有可能要停。对啊。总统。第二项。他不会把它跟第二项。重大事项我们就给他过啊。好，来，有没有意见？从这边开始。就是其实要这样子去进行一下，然后他们知道到底是总统当选，决议是真的重要，就是要这样。因为这个决议是他可以增加这个决议，那这第二项，这个不能只有一项。这个这样的话才有我那是第二项，总统当选的。好，OK， 那所以就但是这样子，那如果这样子，总统当选对就有真的当选，那这个不要。我只好讲话，不要这样讲。不用了，不用问了，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坦白讲，定不定时间。你说会面对几个就是真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前面本来就没有，就是总统当选的就有重大争议性政策预算的依据书面先说递交，所以比较交代好，就后面没有了这样子。没，这个前面这个刚帽子都已经拿掉了，这里也拿掉，没有，他就讲说交接期间就是定在那个时间就对了。你说这边还是就公啊，前面有定义的，前面有就是公告了，不是这个了。哎，不是公告，刚刚已经讲了，我们拉到公告。这样也比较好，符合前后一贯。总统大选就有重大争议性的政策，啊，这个要留着，就有重大的。因为那个不一样。都协商成这样，就是最前面本来前面就已经到了。到这个还是留着嘛，就是照我们的这个版本，我们的版本表对了。因为后面那边没有文件。没有啊，那个没有文件。本来立法院是有一个文件。刚刚这个帽子本来就没有，常常就讲交接期间就是那一个。前面有文件，我首先还有，这就是公告。公告。Thank you.
漂亮，我当然觉得漂亮。没有没有，他们还是坚持二力度的，还有那是表，但是我是觉得说最有重大争议，好，最有比较正大政策就好，争议拿掉就可以了，重大政策就有重大政策，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啊, 可以啊，不用争议啊，好啊，就不要争议了，好啊，好，就有对有重大就重大政策，啊、有也不用了，那如果是。那个就重大政策就好了，有因为这样文字上要拿就重大政策，就重大政策不用有的，哎有这样文字就不对了。然后送给交接小组，由交接小组协商师，这样就这样，掉。真的，给他抓共诶是，他没有到这里去，不是还有吗？结束，那到底还有没有？把争议拿掉。郭委员，我为什么觉得是国民党办？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几个学者专家希望说这次的立法是在最小影响的范围。第二个，毕竟五二零之前，马先生现任总统还是总统，所以一开始权力原则一定要对现任总统要予以尊重。但是我们保障副总统，对对对。那至于我的意思是说哈，像那个交接小组实际上运作，那个像那吴崇礼吴研究员讲说，整个总统的职权的交接，事实上的层面很广，它有从政策性的交接。一直到事务性的交接，那如果像交接小组，我比如讲像交接小组，这个整个法条都没有法则哦。像这次像张鼎生，他的那个有外降电价问题，照理讲他可以拿到交接小组实际运作，可是他没有拿到交接小组，他直接跑去经济部，你只好认了。那个像这对对，但是你就是规定在这里面的，现行没有法律规定，但是放在这边交接小组里面，他如果不遵守。这个法律本来就是大家都不遵守，本来就都没有那个啊，没有法律。所以我的意思说，像国民党版的，基本上在讲，这个从头到尾就是没有法则的。好，我现在请他们，我现在来宣读，好不好？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哦。那么，因为我们在程序上面还有两个，这个新的赵天麟委员跟这个赖瑞龙赖龙委员的这个提案还没有宣读，我们一边宣读这个提案的条文哦，一边请这个各位啊可以继续协商，好不好？好，我们现在请宣读条文。名称部分，委员赖瑞龙等十六人提案为总统职务交接条例，委员赵天麟等十六人提案为总统交接条例。委员赖瑞龙等十六人提案第一条，为建立政党轮替职务交接秩序，使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得以当选身份，为就职前之准备，以确保国务衔接及维系国家安定，特制定本条例。委员赵天麟等十六人提案第一条，为使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得以当选身份，为就职前之准备，以确保国务衔接及维系国家安定，特制定本条例。委员赖瑞龙等十六人提案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只经中央选举委员会依法公告当选之日起至宣誓就职日为止之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委员赵天麟等十六人提案第二条与赖瑞龙等人提案同。委员赖瑞龙等十六人提案第三条，本条例之主管机关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赵天麟等十六人提案第三条，与赖瑞龙十六人提案同。委员赵天麟等十六人提案第五条，总统、副总统当选人自中央选举委员会依法公告当选之日起，应比照现任正副总统规格礼遇与保护，其所需车辆人员由主管机关负责或协调相关机关之应，前项礼遇与保护之相关规模及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委员赖瑞荣等十六人提案第四条，为办理本条例锁定交接事宜，总统当选人与总统协调后，即由总统当选人与总统各自指派五至七人共同组成总统交接小组，办理交接事务。行政院及各部会比照前项办理。委员赵天麟等十六人提案第四条，为办理本条例锁定交接事宜，总统当选人与总统协调后，即由总统当选人与总统各自指派之相关人员共同组成交接小组。委员赖月荣等十六人提案第五条，总统副总统当选人自中央选举委员会依法公告当选之日起，得成立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办公室，办理就职前之准备事项。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办公室必要时得调用人员办事，被调用人员如系公务人员，应依法办理借调。委员赵天麟等十六人提案第六条，总统副总统当选人自中央选举委员会依法公告当选之日起，得成立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办公室，办理就职前之准备事项。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办公室必要时得调用人员办事，被调用人员如系公务人员，应依法办理借调。委员赖月荣等十六人提案第六条，国家安全会议及国家安全局得向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及其所指定之人员提出简报，总统副总统当选人或其所指定之人员得就第一项各机关主管业务提出询问或要求调阅非机密之相关文书及其他物件。委员赵天麟等十六人提案第七条，中央政府各机关应就其主管业务向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及其所指定之人员提出简报，总统副总统当选人或其所指定之人员得就第一项各机关主管业务提出询问或要求调阅相关文书及其他物件，政府机关及其所属单位应于三日内提出，不得拒绝。委员赖月荣等十六人提案第七条，总统宣誓就职日应移交之事项如下：一、硬性；二、有关国家安全、国防、外交、两岸之相关档案及其附件；三、总统府文件档案；四、交代月份、截至交代日址与月报相同之会计报表及其存款；五、进行中之重要案件；六、中央各机关当年度施政或工作计划及截至交接时之实施情形报告；七、中央各机关所属人员名册；八、其他重要文件档案，违反前项规定如涉及刑责者，应即移送司法机关侦办。委员赵天麟等十六人提案第八条与委员赖月荣等提案第七条同。委员赖月荣等十六人提案第八条，总统行政院长、行政院院长及行政院所属各部会首长，自总统、副总统选举投票当日起，至其离职日止，不得任用、迁调或提名下列各款人员：一、中央机关内之检任或相当于检任级之公务人员；二、公营事业具官方股份之民营事业、政府指派代表出任之社团法人或政府捐助财团法人之负责人、理事、董事、监事；三、其他依宪法或法律由总统或行政院院长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之人员，违反前项规定者，其任用、迁调或提名无效。但若第一项各款人士任用、迁调或提名与总统当选人取得共识者，不在此限。委员赵天麟等十六人提案第九条与委员赖若荣等提案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同。委员赖若荣等十六人提案第九条，自总统、副总统选举投票当日起，除立法院已通过之预算及政府经常性支出外，经总统当选人认定之争议性政策、命令、预算及尚未生效之法律等，均应暂停执行。四、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就任后，使得处理。中央行政机关于执行前项经立法院通过之预算及
政府经常性支出，除经总统当选人认定之争议性预算外，其余预算之执行应以月份比例分配为原则，或依契约进度拨付经费。委员赵天麟等十六人提案第十条，自总统、副总统选举投票当日起，除立法院已通过之法律预算及政府经常性支出外，经总统当选人认定之争议性政策、命令、预算等，均应暂停执行，视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就任后使得处理之。前项认定之成立，由总统当选人或总统当选人办公室向第四条锁定交接小组提出后即成立之。中央行政机关于执行第一项经立法院通过之预算及政府经常性支出，除经总统当选人认定之争议性预算外，其余预算之执行应以月份比例分配为原则，或依契约进度拨付经费。委员赖瑞荣等十六人提案第十条，总统连任时不适用本条例之规定。委员赵天麟等十六人提案第十一条，总统连任时不适用本条例之规定。委员赖瑞荣等十六人提案第十一条，本条例施行细则由主管机关定之。委员赵天麟等十六人提案第十二条，本条例施行细则由主管机关定之。委员赖瑞荣等十六人提案第十二条，本条例自公布日起施行。委员赵天麟等十六人提案第十三条，本条例自公布日起施行。宣读完毕。好，跟大家做一个现在的这个状况的说明啊。刚才我们通过的，民进党第一条，依民进党党团提案通过；第三条依民进党党团提案通过；第五条，依顾立雄委员等五人，提案修正通过。但是那个，大家请看九之一啊，顾委员提案的第二项的第二行办公室那个室应该是物质了哈。好，我们就把那个事改过来。好，第十一条就是照林维洲委员等四人所提修正动议，这个所提的提案修正通过。好，现在到第九条，第九条你们谈好了吗？我如果把这个条文再念一次啊，看各位有没有意见哦。第九条第一项。总统及 中央行政机关就重大政策特别预算缔结条约或签署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锁定协议前，应先咨询总统当选人之意见。这是第一项。第二项，总统当选人就重大政策预算得拟具书面意见，送第四条锁定交接小组，并由交接小组协商之。若经立法院院会决议者，中央行政机关应即依其决议办理。好，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来，哪个部分的意见？立法院哈，当然这个决议的事，其实哈，这个有一点已经超越这个行政权了。哦，那至于说那些什么重大政议政策啦、预算啦等等这些哦，这个我相信这些有的已经哦已经逾越了，就是我们宪法所赋予的这个权限。所以说，我认为说这个第九条啊，这个部分哦，我讲国民党团我们还是持这个保留意见的，就是我们希望说能够未来送出，你要是说要急着要送出去的话，就我们送出去以后再来做协商啊。请顾委员。哦，就我了解的话，那现在应该是国民党团对于第一项应该是没有意见嘛。那第二项的部分的话，行政院或者总统府这边，看看能不能跟国民党团这边了解一下，
我的理解是，就总统当就第二项的有关总统当选人就重大政策预算得拟具书面意见送第四条锁定交接小组，并由交接小组协商之，一直到这里是都没有意见吗？我觉得要新增新，就是有个重大争议那个部分是要新增的重大争议。因为新增又会跟争议一样，又会认定的问题了。怎么样叫新增？什么叫争议？那所以现在唯一有争议的，只有后面的最后一句，就是若经立法院院会决议者，中央行政机关应记依其决议办理嘛？应该是只有这一句嘛？那是不是如果前面都没有问题，我们是不是我不太清楚这个议事的程序？那至少前面这个部分是都没有意见。那对于后面的这一句？那看主席要怎么处理的问题嘛，是不是这样的？如果第二项就是来林委员，那就把后面那一句整个删除掉就好了。这个就符合学者他们所说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交接条例，要让当选人能够参与哈语文国政，就是说能够表达意见，也能够听。但是并没有约束力，说我可以叫你怎么做，或叫你不做什么。就是当选人他可以语文国政表达意见，尤其是直接对总统现任总统哦，这个是没别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只有当选人有这个权利，好可以去表达意见。但是呢，他没有权利做什么呢？指挥现任总统说你不能做这个，也不能叫现任总统说你要做这个，他还没有那个权利。所以我觉得第一项就是说，现任总统你要有重大的事情，你要尤其是列出来的这几条重大事情，你要让当选人啊语文国政，所以要告诉他，要咨询他，我要做这些重大事情。第二项是主动权在于总统当选人，他认为有重大的政策啊，你现在要推动的现任总统要推动的重大政策，我有一些意见，那我可以表达，透过交接小组直接向现任总统表达 ，OK 了，这样就好了。那至于说表达了之后，你要听我的话还是我听你的？我觉得这个就会，如果你要再定哈，又会陷入争议啊，等于是我们这个立法的目的达不到了。达不到我们立法的目的。我们这个立法的目的不是要来决定说现任总统你要做什么，要经过程序，要经过当选人的同意。这个不是我们的立法目的嘞。如果是这样，那等于是听那个当选人的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要让当选人语文国政表达意见，然后呢节制，也让当选人齁，你这个时候不是只有你说了算。所以，只到那边就让他表达意见就好了，后面不要再。至于有争议，争议交给全民呐、啊，因为你有这个机制，你会开会嘛，你一定要协商嘛。当选人提出来说我有意见，你不能不理他哦。这个时候一定要协商，这个协商就很重要。交接小组一定要办那个协商的会议啊，啊，办出来以后就全民公决了嘛。哦，谁讲的有道理，谁就会得到民意的支持，不用再去限定说啊，如果有争议，你要听我的话，或是我听你的，或是听立法院的，听一个第三者的，这个叫做立法院，这个哦更乱了、啊，如乱了 啊！立法院已经可以针对行政院，我们现在已经在做的就是说，行政院有重大决议，他每天都要来立法院，所以立法委员针对行政院。的线索哈，这个看守机的线索是没问题的。那你再拿到这个总统交接条例来，要来用立法院来线索，或是隐含、哈、隐喻线索总统的权利，用立法院来线索总统的权利，那个更乱。所以我觉得后面就把它去掉就好了。跟各位说明一个状况啊，因为我的意见呢、啊。这个我先离开主席的位置，我跟各位说明我个人的意见了哈。我觉得立法院作为一个处理这个重大的争议性的政策的解决的一个机制啊，因为本来这个预算是立法院通过啊，政策立法院负责监督。那各位可能都没有去设想一个状况，就是
我们现在都假设这个总统啊，他会连任了、啊、哈。那万一一个状况是总统连任失败了，现任总统连任失败，也就是有可能就这个重大的这个政策啊，在选举的时候的争辩是现任总统跟总统当选人之间，因为我们现在的状况，这个马总统不是参选的这个候选人啦、啊，所以他涉入这个争议的比较没有那么直接，哦，他有可能啊，这个直接就造成某一个政策造成冲突，可能变成选战的一个焦点，好、哦，那么好，选完了之后呢，这个总统连任失败的这个总统，现任总统他为了证明他没有错，他坚持要继续执行这个政策，这个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因为他是选战的两兆其中之一啊。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可能这个总统所坚持的这个政策，有可能是跟最新呈现的民意啊是有冲突的。那也有可能在总统交接之前，这个政策已经完成了，他可能就是一个在那个有时效性的一个政策已经完成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不给他一个争议解决的一个机制呢？如果立法院的所代表的多数民意跟总统当选人的立场是一致的，那就不应该这个现任总统或者他这个中央的这个行政机关就不应该听现任总统这个一意孤行的意见啊，难道不是应该这样吗？所以我知道这个包括林委员的考虑啦、哦、但是这个并没有把权力给总统当选人，而是把这个争议解决交给民意机关去做处理，并不是总统当选人说不行他就必须要停下来，并没有这个，我们的所到目前所有的这个协商的条文嘛，并没有这样的意思。我想各位应该也很清楚，是不是？我不晓得这个亲民党周成委员您的意见呢，你对这个我们一直到现在只剩下第九条了，没有办法达成协议，这个协商没有办法有这个结论。好、哦，那我把第九条啊的条文啊，容我再念一次啊，也请包括李俊毅委员跟这个周成委员可以再听一次哈、啊。第九条的第一项，总统及中央行政机关就重大政策、特别预算缔结条约或签署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锁定协议前，应先咨询总统当选人之意见，这是第一项，这个部分没有争议。第二项呢的前段，总统当选人就重大政策预算得拟具书面意见送第四条锁定交接小组，并由交接小组协商之啊，这个第二项的前段大家也没有意见啊。若经立法院的这个大家有争议的是后段的部分，第二项后段，若经立法院院会决议者，中央行政机关应即依其决议办理，就是照着立法院院会的决议办理。好，我再问一次啊，各位同仁对于这个修正动议有没有意见？啊？有意见，那有意见我们就来处理了，好不好？那我们就有意见我们就表决了，这真的没有办法，只剩下这个条文，只剩下这个部分了。好，那我们就啊。还要再协商，好了，那我们再休息协商，好不好？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到10:50，我们到10:50来处理。
表决完，我们还可以要求政党协商，所以表决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蛮困难协商的，而且要放一个月、一个月这样子放出来。就是说，他去二十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把他拉下来。有人会来的。如果你们来，到。这样子这样子。我知啊，所以我没有，我给他通过，尽量容易，所以你可做做，那些都丢啊。所以大家真的就是在讨论，他那强迫哦，他那些这种啊那些有争议，总统当选那个现任。要比例来，好像都看完，他来判决，好像怪怪，宪政是不畅，嗯，那今晚孩子针对，他没有针对的，简单就性别总统交接讨论的，对，你不是针对总统，要放在这边，我们的顾四大利益，这个条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放在我们的交接条例，但是又不是来限制总统，限制行政院。最后一天不要去限缩他的权利。那个连任不适用，其实我们根本不会用到。没有，八年后还是会用到啊，还是要交接吧。可是这个也八年后也许我们会赢嘛。所以你觉得八年后就继续到你一起这样，不可能永远执政吧？还是会换的一天吧？要说这个还是制度的有信心。对啊，我刚刚吼，我刚刚真正真吼定了一，还都好还好吧。有定跟没定差不多一样啊，你的意思是对？对呀，我觉得都还好啊，不求大家要好。我跟你讲，如果是这样，我也觉得你的那个感觉我也差不多了，所以你把它拿掉，对不对？因为还不可以啊，反正还可以，不能已经扭到家了，我扭了一下。你头基本上好，这类当选人可以。充分表达意见，一定要开协商会议。我觉得就到那里就差不多了，交给全民公决。全民公决，大家会有争议。对啊，就是说，既然要定了，就把它定到说争议怎么处理。对，就这样的话，这个交接条例才算是完整。这个就是大家最大的旗舰，就是说争议处理这件事情。我们是有意见的，当有争议的时候，就是交给全民的判断，但是不用法律来决定，因为只要用法律来决定，就会限缩现任总统的权利。不可以啊，这个真的是只有蔡英文会适用。我在啊，我即使是这样，我这样很清楚啊，我还是这样子认为啊。用不到啊。因为他会交给你们自己人，是吧？你意思是这样？不是啊，不是啊，我脑袋也用不到啊。迟早都会用到的，至少第一次使用的是我们。是，什么时候一定是的。如果你根本用不到，我们如果你用不到啦，一定是民进党执政对啊。八年、十二年都有可能啊，民进党还是可以继续执政。八年后如果还是我们，对啊，不会用的。是啊，是啊，当然。他违背他们自己。
这样说就没有用。一个月是表决，性质表决型的。对对对，是他们的策略就是标准，那是标准策略。他们拉下来一个月结账的话，大概五月十几号就可以申请过。对，但是过了等于里面是，其实就今天已经过了。也用不到了，大概都用不到了。他们该交接的时候，现在要怎么处理办公室？通过，不会通过不就对你们有利？我跟你讲，我知道了，我知道，我太清楚这种政治的效益，所以不是这样子说一味的一直去说一定要反对者或是废止。我认为要面对问题。后面的也很快下结论了，就是在讨论。对啊，对啊，对啊，甚至要开公听会。我觉得可以开公听会了，既然社会。那个法案不延续，哦，但是会期是可以延续的吗？我是法案的，没有审完的，这个会期，对了，届期不连续，就你不能够重提。我知道，但那个会期是不会的，哎，会期不会，哦，任期的，四年的任期要重组，对对对对，这个会期没有，会啊，但是会会这个会期没有不连续，明年还可以继续，对的 ，OK。借期不连续，会期没有，没有出去了，不要觉得。我们还是会提审的，嗯，他们就影响了。你给我们改一下，给我们一点面。不行，那我们再改，就改掉那个最后一项。我们也要有面子。三项。我那叫拍高台，拍高台，拍高台嘛。你还要跟谁交代？我怎么把高台？我东船高台。哦。我到时候去应该会死啊。对，到时候都骂断一行。会啊。你敢骂他？我是在当面，在当面。我们的支持者都把酒瓶给你看了，你们怎么这么软弱，全部多数还都全部让给国民党。哦，对呀。到时候时代力量怎样出去低空，所以后面都没有坚持。一面倒，国民党版本通过。有吗？有吗？哪来啊？为了帮忙支持，彼此表现加坚持。这个当然我们就。回到议事规则是可否同步裁决？对对对，我做的规则是啊，可否？对对对，就是他们保护自己，不懂得。要是他们自己说他们要来做。
对于争议可以其他人来做裁决，就是对现任总统比较有利的限缩，因为他没有违法，然后去做了一些决议，你认为不应该做。然后如果有争议，那你就用立法院来限缩，他说他不能做，这个就已经限制到他的权利。那就更有趣了。我倒霉。我倒霉。有时候是一致，有时候不一致。就是说新的国会有时候是跟旧的。我觉得这个社会的规定到最后都是到最后都是正。是啊，所以我完全认同你这一句话，所以才会把它弄一个开放的结论，然后到时候大家全民公平。你要怎么做？你要坚持也可以坚持，你的硬叫你卖走，你都别走。只要你合法，啊，让全民唾弃，那还蛮划算的。因为政党完意识形态对立那么严重，因为如果大家都你认为应该做的，他认为反而是应该。那呢，咱们形式上的角度，我们就离开就好了。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修正动议啊，我们请宣读。没关系，我们就先宣读。修正动议第九条，总统及中央行政机关就重大政策、特别预算、缔结条约或签署《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锁定协议前，应先咨询总统当选人之意见。第二项，总统当选人就重大政策预算得领具书面意见，送第四条锁定交接小组，并由交接小组协商之。若经立法院院会决议者，中央行政机关应即依其决议办理。提案人顾立雄、蔡玉瑜、游美女、周春敏、张宏禄、李俊玉宣读完毕。好，对于顾立雄委员等几位的所提修正动议，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好，有意见，那我们就现在表决，请清点人数。来，请说，主席。好，这个在你表决之前哦，我们知道我们表决会输哦，所以，我要注记哈、哦，我们反对的意见在这个通过的提案里面。好，好，那是不是我们就如果要这个保留你？保留院会发言权的，请举手好了，好不好？好，好，谢谢。好。啊？注明提出异议是不是？好，注明提出异议是，我们林维洲委员、许淑华委员、林德福委员，然后徐玉仁委员，哈、哦，四位。不用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表决吗？好，那我们现在就。这个表决哈，我们不用记名了，因为有四位，我们就注明这个表示异议嘛，好不好？好，赞成修正动议的请举手。一二三四，五位，好，五位，五位反对修正动议的请举手。一二三四位，好。赞成五位，反对四位，我们就第九条照修正动议通过。好，跟委员会报告啊，总统交接条例草案已处理完毕，也没有委员提出附带决议哈、啊。我们还要宣读吗？不用宣读。好，好，以上八案哈、啊，我们有处理了八个这个。这个总统交接条例的案子哈，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是否需要交党团协商？不需要了哈，这个届时有党团要提出来，在院会提出来啊。院会讨论时，由本人啊召集委员段宜康说明。好，本次会议到此结束，散会，谢谢大家。那、啊、谢谢。辛苦。